成龙新电影《龙马精神》4月7日上映，居然和成龙生日同一天，这个仪式感真的狠狠拿捏住了。我们全场一起祝成龙大哥生日快乐！谢谢你们对我这么多年来的宠爱，就是因为你们这样子，令到我每年都要拍电影，我会继续用功拍好每一部电影给大家看。谢谢。成龙在《龙马精神》路演时感慨，现在动作演员越来越少，但如果主演是易烊千玺，投资方会立马答应，引发热议。对此，成龙回应：演员然后也是易烊千玺的演员，千玺他的手艺然后有其他会拍，如果有刺激自己的话，就是有很多人去。啊，太喂，永远我们讲的话为什么不看整个就挑那一句出来，那天我都说比方说找易烊千玺，比方说找郭麒麟，比方说找我，比方说找吴京，一定有人投，我只是说比方啊，不要去断章取义，就快点帮我纠正。